延平县大溪回族乡是绵阳市唯一的回族乡，这里有金家山神秘瑰丽的日出云海，有漓江河清澈明净的湖光倒影，有古色古香的百年清真寺，有国家级传统村落王家大院坐落其中，这里花果飘香，钟灵毓秀，这里民族团结和睦，亲如一家，热情好客的回乡人民敞开怀抱迎八方来客，邀四海宾朋共赏回乡特色风情，品清真美食。